大家好，我回来了。啊，你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是啊，阿婆，嗯吼。你是在讲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阿公刚刚是说客家话的“你好，嗯吼”。对了，这个呢是我今天啊在隔壁村学到的客家话。哇，好厉害哦！那你还学了什么啊？我还有学了那个……姑没看到。什么姑啊？我猜阿公应该是想说“暗舅母坤斗”，好久不见的意思，是吗？对了对了，还有那个“四宝”吗？这个我知道了。是饱吗？是吃饱了没有，对吗？没错没错，你好厉害哦。你学到不少哎。对，下次也带我一起去好吗？对，好啊，没问题。哇，自在哦。暗舅母坤斗，暗舅母坤斗，好久不见。暗舅母坤斗，好久不见。如果遇到很久没有见面的同学或是朋友，你就可以跟他说暗舅母坤斗。就像我明天要去参加国小同学会，看到我的老同学就可以说暗舅母坤斗。好久不见。是，而且真的是老同学呢。暗舅母坤斗，暗舅母坤斗，好久不见。暗舅母坤斗，好久不见。这句客家话学会了吗？暗舅母坤斗，学会了。帮自己拍拍手，哈咕啦啦，下次见哦。三来了。